会在 King Edward Hotel 里面喝下午茶，这是我的新造型，非常的 elegant。现在我们来看看 Eric 这边很苦恼的，不知道选什么茶。我学好，这是我们的 sample， 哎、不对，在这边，这是我们的 sample， 非常可爱，而且还有一个小胡桃钳人物，我的圣诞树上也有，在这边。这是送我们的饮料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整间就是这种感觉，后面有一幅画，很像艾瑞卡的感觉。喝喝看热热的，还没。热热的，我现在才发现呢。还没喝喽。好。好喝。什么东西？阿布塞德。可以看到茶已经来了，这是我们的茶，这是我们的茶。瑞凯点什么我还是不知道。Chocolate truffle。哦，他点 chocolate truffle。这个会有 chocolate 的味道，我看起来是不错哦。我点是他们这边的 King Edward Blend。好了，餐点来了，为什么这边慢慢的上来？欸、你有看到那个 Nutcracker 那个人在这个餐点后面吗？这边非常漂亮啊，瑞凯在这边，躲在这个Ritz Carlton 的下午茶 room。一直说要来吃，今天终于来吃，而且刚好是 Christmas 的时候，所以它现在是 Christmas theme， 其实就是胡桃钳 Christmas theme。那后面很漂亮的那个图案，然后我们现在镜头转向庄臣林，那庄臣林在对面坐得很舒服，这个椅子呢是沙发型的椅子，所以还蛮 laid back。可以照一下那个闪亮亮的那个 set 就是这样子。然后今天还有互相面对，然后这就是胡桃钳，然后我旁边还有一个镜子，就是他吓自己，吓自己的镜子，这还不错。但是最主要呢，当然还是看食物好不好吃才是重点，因为我们是很实际的人。干杯！如何？很特别，用咖喱的 burger。那个镜头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看过去。